油炸炒豆角，油炸，这个油炸炒这个青菜什么的还是挺好吃的。土豆丝，油炸也放了油炸在里面，这个油炸我就会这样子给它炒菜，给它慢慢的给它炒掉。换了一把刀，这个土豆丝都切的细一点了。放牛娃要送菜去啊！嗯，刚放两刚个菜。再给他们加一个菜，毕竟放牛也辛苦。哎呀！红烧。放了，要不我们也去那里吃？走吧，反正走吧。天天说野炊，野炊，就是野一下炊。看一下是不是吃的香一点。嗯。这个没吃完的鱼冻要不要也拿上？这个别吧，你这么多菜。把这些打包去吧。做刚研制出来的牛肉辣酱带进去。嗯，他们分享一下。直接拿锅去。今天在牛棚放牛。对啊对啊。啊，不是在鱼塘，哎呀，鱼晕撒3年，我这撒的不行了，已经。在牛棚放牛。鱼塘。养这么多鸡在这里。那牛肉辣酱非常好吃。坐这里吹风哦，冷都冷死了，坐在这里。我那边酒呢，那就拿了，本来装了水，然后忘了，然后所以酒是拿，酒是没忘记，水忘了。他放的油炸。绕着，四千块这个没得都给他来的，来是来的没有。那我在拍视频，没开播。他没绕哈，来。乖乖的。嗯，来过。不要乖的嘛，人家放个醋的人。哎呀哎呀。啊，这黄豆炒。把我那个。不愧是黄豆。那让我把那黄的。要拿好点一点的。啊，那边来。你要不要把瓶子转过来做？啊，平时转过来做。是啊，藏藏去了。我不走，我到下午回去就行了。一天天不知道想啥。晚上回去。我没喝酒，我也没喝酒啊，你不能帮他开吗？你家老郭也有驾驶证的。你家老郭也会开车，你怎么知道？开这个几百米还是可以开的哈。啊，太远了就不行。练一下车啊。啊，可以。最好练。最好练了。